其实哈，我们早就准备唱一首，但是我要讲一个非常好哈，有一位学员唱的非常好，很有感觉，除了七八个都唱得很好，但是我们唱流行歌哈，大家唱那么好的时候，第一个要看他的服装仪容，还有就是他有没有跳他的最细的部分，跟转移嘛，把弦把弦越来越浓，那个音一定要唱出来。你要拔弦对不对？拔弦，那个习嘛是闭口音，因为有两个音，拉哆、手哆，那个习嘛，闭口的叫习，一定有两个音。你们回去看你们所有的谱，只要唱到有习没闭口，一定有两个音。所以很多人习嘛变习，所以呢今天唱的非常好，所以只能挑很细的部分，好，这是流行的部分。那传统的部分今天人数比较少，但是很高兴的，我们有外地的人来跟我们比赛，唱得非常好，这是让我们学习的最好的地方。你们一唱两半，唱两半是两半，是两鱼，三头就是两六鱼，够三头的，喜欢大家丹田。刚刚有几位唱老山歌，丹田再稍微用力会更好。这是传统组的，还有小朋友组，今天小朋友也很认真，小朋友没有什么技巧，但是我觉得上台就是最大的勇气，超快乐的吼，然后小孩子们打用型做造型，非常的用心啊，非常的恭喜大家，因为